旱遇到高温，苏鲁豫皖的老乡们，你们还好吗？天气有多热，宝宝光脚踩地，被暴晒的地面烫得大叫大哭。网友说，打败孩子的不是天真，而是无邪。那么大的太阳，哇！来，哇！我来烫脚。天太热，孩子的脚被烫得受不了，小男孩呜呜哭。洒水车刚洒过的地面，让我们看看多长时间会干。现在是早上10:30，9秒，1分钟，已经干了一半了。1分30秒，快干完了。2分钟，水彻底干了。你不知道家里边多热，这都烫手拿不住，我靠，化了。河南到底有多热，等一下你们就知道。上午跑了一圈就成这样，我真服了。家人谁懂啊，谁懂啊，救命啊，咱就说啊。河南到底有多热？你看看这风扇，风扇跟外边啊，经过太阳晒这个铁皮缝，你看哈，把风扇都蒸成这样子了。你看看，带大家看看河南有多热。热成后妈了，我操！河南你真行啊，我东北汗蒸房才40度。前两天我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妈，我暑假不回去了，我好好干点活，我挣点钱，我好好学习，我自力更生。妈，我后悔了，我回东北，河南下火了，我不能录了，人手机要爆炸了。他自己我去啊，我头一次见跑得这么快的蜗牛啊，真叫个快乐。爹吧，这个你看，天哪，太搞笑了，怪不得快递给我打电话，笑疯了。我天哪，这么小一只。河南干旱到什么程度？早上浇的水，中午已经干得地皮开裂了，再加上连日的高温。温度已达到-41度左右，出门就能明显感觉到灼烧的感觉。地里浇了一茬又一茬，浇地的频率几乎让农民没有休息的时间。然而目前一点下雨的迹象都没有。看到农民这么辛苦，不知那些所谓的专家教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。6月12日午后，河北中南部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南部、安徽北部等地多地地表温度超过了-60度，局部还超过了70度。
你们是不是现在也在田地里没日没夜的浇水？这四省现在已经连续半年没有过有效的降雨了，导致庄稼没办法种，果园里的果子个头也长不上去。现在我们皖北当山这边连续高温，地表温度已高达40多度，这是前几日刚浇过的地，现在又开始出现了裂缝，种的这些红薯还有庄稼，只是有2天没有浇水，就已经全部旱死在田地里了。因为家家户户都要浇地，地头的井根本不够用，所以每个村庄上河里的水都被抽干抽净，夜里果园和庄稼地里也都是机器的抽水声和手电筒闪烁的星光点点，到处都是歌舞升平，和谐社会，却没人关注这次大范围的干旱。而且苏鲁豫皖四省是农业的主产区，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忙碌的农民们真是应了那句话，在农村种地，只要你肯吃苦，就会有吃不完的苦。全河南9800多万人都在等大雨，你们不是河南人，你们不知道最近夜里田间地头为啥多了那么多手电筒，你们不是河南人，你们不知道我们大人小孩齐上阵，顶着38度的高温在地里抗旱，你们不是河南人，你们不知道我们井里都抽不出来水，你们不是河南人，你们不知道作为粮食大省，眼睁睁看着地里庄稼干死是种什么样的无奈心情。小麦收完种上玉米吧，它出不来，栽上水稻吧，又没水，这就是靠天吃饭的农民，种地的也只剩下老人。渐渐的，城里又多了一批跑外卖送快递的农村人。俺河南的人现在天天都在抗旱，从种上玉米都一直在不停的浇肥浇肥，浇完第一波浇第二波，这第二波浇完马上又该浇第三波，井水都不够使的了，欠一个欠俩猪来肥，这只能也浇个蛋的浇，那肥都不浇不浇了，包不了帽子鼻头啥弄的，没办法。钱把我列出了，钱把我列出了，费老大了。这说出嘴真说嘴了，谁来救救河南？满屏高温红色预警，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。河南旱灾到底有多严重？16个地市达到了重旱等级以上，甚至已经持续了10多天了。农民没日没夜的给庄稼浇水，可是地里的土还是干成了沙。河南至少有323万亩地，因为干旱而不能播种，而土地干旱频繁开裂，播种下去的玉米也长不出来，只能一遍又一遍浇水。农民晒不完的太阳，浇不完的地，甚至大人小孩齐上阵，顶着40度的高温在地里抗旱，井里的水都快抽不出来了，谁来救救河南呢？近日河南持续高温少雨，部分地区严重干旱，安阳、鹤壁、开封、周口、商丘等16个地市达到了重旱等级以上，甚至已经持续了10天，土壤湿伤严重，农作物受旱严重，往年玉米只需要浇上一遍可能就长出来了，可是今年已经没日没夜浇了好几遍，这庄稼依然不见露头，农民是打心眼的急，为了抢种，为了不耽误庄稼生长，农民是井水抽完抽河水，可是有的河里的水都已经抽干了还是不管用，有的农民为了保住玉米苗，一家老小齐上阵，扛着水桶到地里浇水，老人这腰都直不起来了，还要顶着大太阳，冒着40度的高温，拎着几十斤的水桶跑前跑后，可即便如此，早上刚浇的水，下午就被太阳给蒸干了，很多地面出现干裂，泥土也成了粉末，花生没法种，玉米长不出来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有很多农民为了抗旱救苗，已经花了好多钱了，可是一亩地的收益才多少钱呢？